我反思了下，咕噜天天在家就是吃睡吃睡吃睡，该活动下了。秋高气爽，散步不错。风和日丽，桂花飘香，优雅从容。这还在走，快点快点！良心建议不要出来遛猫。有狗狗，这边我们换了个地方哟。但是咕噜又成功吸了两只遛弯的狗，我看看那两狗是什么狗。只能回家了，没想到之前那条狗还在等他。我们是不会跟你一起玩的。回家路上遇到一位大爷，他很疑惑为什么这白猫灰不溜秋的。哎，搓澡又要安排起来了。